鲤鱼国小是竹山偏乡小学，学生只有21人，规模说明你在校长李美英团队爱心热心带领下，校园昌隆获肯定。李校长强调，教育及生活校方设计多元的精彩课程，透过从左中学，以满足孩子对事物的新奇与兴趣。我们非常感谢竹山镇农会、市建会，他们特别协助学校推广这份美食烹饪的推广活动哈，对我们小型学校的学生很有注意，因为我们学生数很少，所以全校的学生都在我们的家政班老师指导之下，亲自动手操作，从做中学当中让他们知道平常自己的父母亲在烹煮的时候的辛劳。孩子们说对厨房略有体验，烹饪技巧则还早呢，但至少在家帮忙妈妈洗菜或助手，也体会到妈妈煮菜做饭的辛苦。妈妈煮饭很辛苦，所以吃的分量要自己斟酌一下，不能盛太多也不能盛太少，盛太少会营养不够，盛太多就吃不完就浪费。在学校我们学了烹饪课，在家里我也会主动去煮菜帮家人。竹山农会特别照顾偏乡小朋友，配合学校课程及小事件培训，融入在地米食推广课程，让全校小朋友都有机会到厨房体验切洗炒煮等乐趣。其实来这边上课，大家我们都很乐意都来这边教小朋友，小朋友他们学的那个感觉都很好，很认真，他们都很期待说下一次又来上课这样子。农会家政班铁妈妈教学服务热忱无法挡，每次上课职工众多，今天就有10位参与。本次成果展上桌有竹筒饭、地瓜凉面、南瓜糕、草花桂等9道，道道呈现乡土，安全健康及美味，色香味俱全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